那他那个那出来，我拿出来给他。拿出去。 这样子比较适合宾馆的一个，长期宾馆都这样做。那我们每次吃的时候是试一下通风，通风段，这个通在牢，差不多了，通风牢就可以。 这高度就不够，要调高度。 来，给我一件。那你试完之后，走下这个袋子，够不够位？ 你试了两件，然后试一下这样子，给他看出袜子，就是袜子。那开始了啊，那个要调尺寸，这样调，手动这样调直接过。可以。手动这样调怎么样？啊，对，直接放着，直接放下，放牢。 等一下，这个散开。不行，散开。现在你这个要擦。像比如像袜子啊，比如说，衣服不太好。有没有胶纸？有。嗯，那多换几个吧，那个衣服。等一下哈，不急。 那就才这么大的袋子。 这样子太大了，你说几个？没关系，这客户的要求，他那这样子，你要换膜吗？不需要换膜，不要换膜，他浪费不要紧。哦，这样子是吧？浪费不要紧，没事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整个要调整一下，就比较漂亮。 再给我来。哎，看看你这里吧。看看你下一代，下一代的话，你们这边怎么？ 大概像豆奶啊一样的，那个拿手有多少钱？就用类似的。对，他就要买这个东西。那可以。